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到 GPL Summer 2014四强赛事的比赛哦。今天是 AHQ 对上 Logitech G Fighter 的 BO5 赛事，目前战成1-1平手。我是主播记得，我是赛评 Mistake。好，刚刚忘了讲了，最后补一下。对，我想说你根本就不用介绍了吧。好，那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来说，两队咬得很紧，所以我觉得 Mistake 今天应该是没有办法轻松赚的，应该是五场应该胃有点痛啊，胃有点痛，对吧、啊？两边我一开始我就不想要来播，对，我说你们就叫贝克跟 UDZ 来就好了、啊。对啊，我真的觉得就是，反正他们都要来公司啊。对，就他们都要来，他们都在外面啊，就直接找他们来这边，就是直接在上面见真章嘛，就是场上打这个打那个 LOL， 然后这场下打嘴炮，其实也是很不错的。就不要打起来就好了。对，但当然两位教练，我刚刚出去看了一下，其实都是就是应该抽那个胃痛的状况，应该是比那个Mistake 来的更严重。以前当选手不知道，现在坐在台下才知道说胃会痛。一定会痛。那刚刚我看到 UDZ 看到阿迪被单抓的时候，那时候也是直接就在外面，就是直接直接惨叫都出来了。对，那刚刚也有稍微问一下黑牛那个不回家，就是为什么那个被死哥炸死？他自己的判断是他的血量够了。对啊，因为刚刚那个 take 是死哥没有穿透，所以其实他的判断就是算是有点误差了。对啊，当然我们就结果论来讲，也是他的判断就是因为他没有穿透的关系。对，那也可能是因为神木的圈圈不在他身边，所以他可能觉得我前几次被炸都没死啊，这次应该也不会死。感觉小峰可以再拖一下时间，因为那个死哥看起来是自杀不了的，因为刚刚上二塔那个小兵是撞进去的，就是他就算一直走他都不会死。对，可是他如果说他没有抓到那个时间，他就会拿不到那个经济，所以他最后是把他选择点死。那这场是第三场的比赛，那在边角上面应该会再进行一些调配哦。当然 HQ 是连续两场都封锁了小夜夜的伊泽瑞尔，但目前来说小夜夜是去打了这个辅助，那所以说如果去不封锁伊泽瑞尔，当然有可能小夜夜调回中路，但是这边也有可能是对小夜夜刚刚连续两场使用的瑟雷西做封锁，因为你今天是刚转位的一个选手，我把一个你最近在用的角色给封锁掉的情况下，你要拿其他角色的时候，可能熟练度就会下降。这种转位很容易起到一些烟雾效果，就是明明就只会一只，然后还在那边给笑，变了色一些，发现小爷爷在这边乖乖回到中路，明明就只会一只，还在给笑，就很常发生这样的。我记得 M5 以前 Diamond Prox 上场的时候，他就讲啊，我只会两只，对，结果人没有死都没有人要变他理性跟无敌了。对，然后后来最后真的大家才发现，他真的那时候只会两只，因为他就是业余。就应该说就业余玩家被发掘的时候，那个时候当然是没有那么多的口袋名单。好，那这一场比赛逆命飞狮最后是把卡萨丁没有封锁，然后变了牙术哦。那这边 AHQ 是选择吉林寇格摩跟茂凯，所以两边都没有变卡萨丁，那目前也都没有一方拿卡萨丁，这个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Fighter 首选吉林克斯是，我想他们又要把小夜换回去了。这边吉林克斯虽然是一个 counter， 就是一个因为黑牛的关系去做一个首选的一个动作，不然其实这个选择其实是很特别，对，比较冷门跟特别的。那这边 HQ 也是拿掉了摩甘娜跟李星，李星是刚刚 Fighter 连续拿了两场 jungle， 那这边因为变掉茂凯的关系，所以也是顺势拿掉兰特刚刚连续两场用的李星，然后让看看 Fighter 会选出什么样的 jungle 来。对，那两边对于卡萨丁其实都有在小组在做一个，就是去试试看其他角色能不能压制。AHQ 是用塔农嘛，那一场是最后战败爆掉西贡星期五。那 Fighter 这边是选择伊泽瑞尔，那是对上西贡小丑，最后有得胜。对，所以这边可能两边也都在等对方选卡萨丁的。应该说两边都是属于会用卡萨丁，可是又不怎么怕卡萨丁的中路队伍。对，就有的人的认知是我会用没关系，那你就尽管选给我。因为我觉得他超强，可是有的人是我会用，可是你让他选我也没差。对对，就是看认知的关，就是看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啊。但 Fighter 不上是酒桶以及瑟雷西，该不会又是你吧，夜夜？夜夜又是瑟雷西，那这边首抢摩甘娜，当然也有一点意味，就是反正你要让夜夜打这个辅助，你就是要拿瑟雷西。那我摩甘娜就是算是一个保证，也不能说保证不输，就是他是一个可以五五波的一个线。好，那最后这边是西门，应该是拿到了卡萨丁，或者是小峰拿来打上路。那这边不管如何 ，AHQ 已经选定了卡萨丁。那伊泽瑞尔这场是没有做封锁的，所以现在也有可能夜夜要回到中路，那伊泽瑞尔来压制卡萨丁，来看一下待会 Fighter 的两只选角嘛。我这边选的是老鼠，
是这个当今版本强势的三次 AD， 应该是老鼠还是有在名单里面。老鼠在对线上面来讲，其实不能算强势。对，对线绝对不强势。可是它在于功能性来讲是非常优秀。等一下小汪的下巴抬这么高在干嘛？啊，他在秀他的特色。没有，因为其实任何一个选手都要把他的特色给表现出来，塑造出来。那这边选老鼠的功能性会高，是因为它对于所谓的野区单抓以及这种隐形给的压力，其实是很在这种职业比拼来讲是很巨大的。对，包括游走中路给一些不能位移的中路很大的压力，这样子。那下路来讲，对线来讲会说是弱势，是因为现在强的 AD 包括 Kog'Maw、小炮，以及哪怕是路西恩以及那个哪一支格雷夫，对，其实都是可以打，库奇都是可以打突骑的，突骑的，对，就是爆发伤害并不输你，他的一些系数跟伤害其实被削太多太多了，对，因为以前真的是非分那个毒爆就是不要打满我爆你挂。舍破挂个点啊，你的人头就送出去了。以前真的是非本即选啊，可是在于大家注意到他这只乔治 OP， 然后硬好几次的那幅，哇，这边是小峰拿卡萨丁上路，然后这边是西门拿杰，哇，两刺客加一单抓，这真的是台湾搭的呀，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讲西门，就是两个人都是有因为本命角，然后。Meta 不合，然后就是曾经走入一个低潮级的中路选手，然后现在 Meta 风水轮流转，当然西门是少了一只雷兹，如果现在雷兹西门也会了，那就感觉跟 Dade 真的是很像。雷兹算是我觉得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定位的一只中路角，应该说 Solo Lane 的角色。对，他所谓定位很特别，是他又有刺客性质，又有坦克性质，又有爆发，又有 Nuke 的性质，对，又有所谓的。你要说他不是 AP 伤害吗？他是啊，你也不能称呼他也有 AOE， 对，所以他是一个很全面，可是这个全面的平均数值又很高，就好像那个人物条，如果满分是99的话，他是大概是平均是80左右。对，就如果以一个六角形的这个数值的那个图来说，他的这个涵盖的面积会很明显的比其他的这些角色来的更好。可是他最大的问题就是成长。对对，那我觉得摆在中路位会是一个很优秀的地方，就是因为中路通常很难被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得在近期的比赛来讲，他很 focus 在练习雷兹以及让雷兹上场的。对，因为包括雷兹一开始最难处理的，都会是一些中期直接被前期直接被线上的对手压制，对，这是最痛苦的情况。然后节奏被拉走的时候，他就成长不起来了。对，可是在于现在很多角色，不管是削弱也好，抬头也好，就是一来一往之间，雷兹都没有被动。对，没有被动就是最幸福的事情了。对，那在这边我觉得 HQ 的选角其实稍微有点出乎我意料。HQ 这边最后你说把卡萨丁补上杰的这个点，因为我一直会觉得西门是用卡萨丁的，然后因为。卡萨丁在这个那个第二轮的时间点 pick 来讲，我不觉得 fighter 会有一些角色好处理卡萨丁，对，可是反而是让小峰用这个角色去打酒桶，对，然后让杰对于露露做一个counter位，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点哦。这边 HQ 直接就是两只眼在 level 1抢，就因为刚刚 level 1吃了太多亏，对，直接下重本了，不管你了。这边黑牛偷偷摸摸。也是给了这个小爷爷蛮多的尊重啊，就是小爷爷前期两次都有出钩，然后第二场是拿到了两颗人头。这边 Fighter 似乎浪费了有点过多的时间啊，都让 HQ 有抓到五个人的位置。你可以看到眼睛视频眼睛，哇，这样子反而是 Fighter 在于前期大概三分多钟左右的 jungle 位置都会被抓得死死的，整个开局的起 buff 的位置跟你的配线完全是被 HQ 给掌握。对，那这边 Fighter 也是铁了心一狠啊，因为你可以看到小叶直接就带了一支180秒眼了，他就是要拿你这边的一个，对，要直接拿到一个，就可能要避免自己被三 buff 开局哦。而且他也抓准了 HQ 想要换线，你可以看到小叶在这边的180秒眼是直接下在了上路的二塔的路上，对，那这个资讯应该是有透露出来，可以看到已经过了，那他们就可以顺利的对到线，还是他们不想对线？来看一下，好像他们不想对线，我的天啊！可是吉英克是在前期的推线效果应该是比老鼠来的更好哦，他们可能是看准了酒桶对于一打二比较有更多的对更多的弹性空间，因为他们想要压制卡萨丁。对，因为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吉英克斯搭配瑟雷西其实不难打
老鼠加摩甘娜，所以他们应该侧重的点是在于对卡萨丁做压制才对。对，让库库岛这边去一扛二，然后不要让小峰这边有太好的成长哦。好，那双方的 jungle 动向其实都被抓得一清二楚哦，包括在这边 fighter 眼睛也是看到了李欣以及卡萨丁。对，那当然这边fighter 是直接让库库岛一等就上到兵线上面哦，酒桶一扛二的优势。这个兰特这边戳进来，兰特又兰特了。这边如果绿茶关到的话，是没有 Q 技能，这边直接虚弱，这虚弱很关键，逼出一个闪现。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状况啊。你可以看到，哇，我还以为 NA 要浪蓝呢。如果浪蓝的话，对我刚刚想法是，如果他们这边下的判断是，哎，我们蓝 buff 一人一个，我让小峰拿一个，然后他下去扛。这会不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呢？不对，但是其实小峰拿到蓝 buff 来说，感觉上面也不是洗冰角、啊，对，就是而且他其实卡萨丁在扛线上面的魔力来说，他的 W 技能已经给他够多的魔力了。对，没错。也就是说，这个只是当下的判断，因为发生这种情形，好，这边是直接没有虚弱，不大清楚可不可以杀，这边弹塔一下两下。拉掉，闪现出去，最后也是库库岛交闪往左下方拉掉以后，这边是逼出了一个两边等于是对角的闪现哦，拿辅助的闪现换了上路的闪现。好，这双发都是上路都有吸到这一波的经验哦。哎，库库岛吸的经验应该是比小峰多了很多，可是在这边因为 fighter 这边让瑟雷西直接往上的关系，所以其实一支 AD 要对卡萨丁做压制是有一点难的，因为卡萨丁有一个护盾。那个护盾是挡不了物理攻击，但是可以挡一些磨伤。那这边是在下路是线上面看一下致命术，小峰并没有落后太多，但是是先把自己的 TP 给交掉了。而且卡萨丁有一个优秀的点，就是在塔下减兵啊。对，那个 W 技能，对塔下减兵他几乎是不漏。你可以看到这一波这样一来一往，其实他们两个人 CS 是没有差很多，可是经验应该会有差一点点。虽然双方都是三等、啊。一个人是吸了一下，就是前期打野共享的经验哦。一个人是直接在一等就往兵线上面去吃线上的经验。只是 fighter 这边的处理我不觉得说，等下在干嘛？就是 fighter 这边的处理，就是他们要的初衷反而是有一点点消失的，就是他们想要压制卡萨丁这条线。对，如果今天是 fighter 这边处理一个所谓的三人大夫下。其实是对于 fighter 比较想要发生的状况，可是刚刚这边 HQ 所下的判断很正确哦，因为他知道说 fighter 起他们自己的红，所以他们瞬间就是换蓝，对他们直接策动了三个人对这个蓝 buff 进攻，对，同时也在兰特应该是以为对方可能来吃红，所以他直接戳进去，我觉得那是一个，我觉得是蛮大的判断，对他就是瞬间的，我觉得这就是阴错阳差的问题，就是。巧合，真的是巧合。如果今天兰特没有直接尝试做这个动作的话，其实这个蓝 buff 是有机会守住的。对，因为他可以直接来拼个重击。因为应该说库库岛可以下来，因为反正他在上路也没事做。对，然后两个人去比拼这三个人，我觉得他会是有一点点机会的。对，那即使是失去了这个蓝 buff 也不算太伤哦，因为这样子我射雷系也不用掉上来，对于下路的卡萨丁的压制，对于我的初衷来说是比较符合的。但是因为刚刚上路的兰特这边是被交闪，然后可能射雷系也判断小叶判断上路这边的库库岛需要闪现被逼了，他需要一些 cover， 所以应该说他怕四人直接带服库库岛。刚刚因为兰特在这边直接撤开的关系，李欣跟卡萨丁靠上，四个人带服库库岛其实是有可能发生的。那当然 HQ 是直接让那个。小峰直接回到下路去吸经验哦，这边也是稍微做一下 cover， 兰特想要对下路做一点压力 ，NAD 这边的支援很到位，就直接在这边稍微下了一只眼睛，兰特这边走进来是直接被眼睛给看到，这边二打三应该是不敢带负的，这边阿迪坦了两下塔，对，兰特说借过走了过去，那这个意图就有被瓦解掉，对，那我们用一个人数上面的资源来看，你用了三个人的时间跟两个人的时间交换，其实。Fighter 是稍微有点小亏的，对，就是我们可以从很多的事件上面来讲，处理这个事件我们所花的人力，那你这边是花了三个人没有做到事情，那就看说这一波有没有办法对塔做一个压制哦。这边最中路做一波进攻，西门也是判断了兰特在下路的位置过来支援，往左侧拉掉，这边兰特也没有机会来逼掉西门叶说的召唤师技能，那兰特目前来说发育上面是比较惨的。其实 Fighter 在这边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是，金克斯点塔的速度很快，你可以看到这个塔应该是会掉。那酒桶的优势就在于守塔能力很好，对，
就是双方的塔的血量应该是有差距，这边应该会让所有小兵顶来掉。那可以尝试不要推这波兵线，哇，推了，推的话其实没有清掉，那就是要推，可能要直接选择推到底、哦。如果直接推到底的话，对于小峰来讲是一个比较幸福的事情啊。对，他可以稍微控一下兵线。对，那顺利的上到了六级，如果有战事发生，也可以利用 TP 做支援。那这边 HQ 要注意的就是要沟通一下这个双人线换线的时间。对，要来小心这个小龙被 Fighter 在前期就直接拿掉。从、这边蓝跳跳出来，直接是戳中了西门叶。说这边看有没有办法逼出闪现血量上面，哇，伤害不够。露露本身伤害就不够，我们在上一场的时候就有稍微提过了。那特别是在于西门为什么会 pick 杰的原因也是这样，就是他不会有被击杀的压力。这边小叶叶直接蹲点。对，如果刚刚这个中路是一个新朵拉的话，可能西门是一定要秒脚闪来躲这个晕眩、哦、就是他会有不怕被露露一套打死的一个，对，被嘉文 EQ 挑飞以后的那个时间点，直接被中路的这个 Nuke 给灌了一波伤害。那这边是双人线，是直接 Fighter 推掉了下塔，往中路一转。这时候也是 Fighter 在这几场比赛都可以看出来，在前期这个推塔的拿地图经济的这个企图是比 HQ 来的高。这边在塔下一个开战，虚弱套在了绿茶身上，绿茶残血逃脱。绿茶没有闪现，可是双方的技能互换，交了一个虚弱跟点燃。那这个塔稍微会有一点点守不住，可是摩甘娜似乎是高黑水的。我来看一下这边点塔，金克斯点塔速度非常的快，直接利用他的链炮摧毁了这座塔以后，往前这边稍微限制一下，但没有继续追击。哇，这边速推节奏 Fighter 掌握的很好哦，他们抓准了刚刚在中路成功的 gank 了西门一波，血量上面来讲西门没有办法做应付，然后直接四人集结 B 塔这边。会不会要直接吃小龙？大胆的抠龙、哦，那看一下，可是会有机会哦。NAD 这边的 recall， 哇，是 recall 回去，那这个龙应该是要送给了 Fighter 了。在视野这个没有办法掌握到 Fighter 这一波的转龙哦。刚刚 NAD 其实状态是不错的，那这边放弃了这条小龙 ，Fighter 前面已经拿到了两座塔跟一条小龙的优势。这边 Fighter 在这个时间点是大赚特赚，拿掉了中路一塔跟小龙。可是 HQ 这边选择的是保证小峰的发育哦，你可以看到小峰在这边动线动了非常久。当然，同样的，库库岛这边也有成功的农兵，对，那他们牺牲的是兰特以及中路的资源，因为他们刚刚四个人在中路分经验以及分经济哦，所以可以看到兰特等级是四等，对，力等级已经来到六等、哦，八分四十秒，这只有四等的 jungle 来说应该是落后很多。对，就是他这算是一个为团队牺牲的一个 jungle 啊，只是他会是一个。隐忧破口跟隐忧，现在就要看 NAD 有没有办法抓住这个等级上的优势。我现在就是有一个大绝，你没有，那有没有办法在一个线路上面讨回这 AHQ 前期失去的地图经济？而且看到小叶叶也才四等，这个中路 B 塔就是以前速推很流行，一直到现在慢慢被大家放弃，是大家开始发现了一些没关系，我就让你现在开心，你现在很开心拿了一塔一龙，可是随着时间拖长，到了下一只小龙要发生 team fight 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哎，怎么等级差了两等？对，然后发现这个，哎，对面的大绝是十一等，我只有九等，然后我怎么会这样，有点打不大赢呢、啊？对，就是类似这种感觉。他们会觉得说，速推开始慢慢的被大家，不常去使用的原因是这样哦。当然跟塔的防御能力有关啊。对，这也是很大的 Riot 之前这几个版本，就是防止这个上路直接推到军营的这个比赛，我们也是看过蛮多的、哦。好，那这边也是回复得到双人对线，双方等级是差不多的，这边三个人直接做集结。刚刚 Fighter 铁了心就是要打速推。对。啊，就要来看一下等级，现在 HQ 有没有办法利用这个等级优势？讨回一些便宜哦。这边 HQ 只要不要被顺势拿掉太多的有资源，比如说他们打了一个成功的会战，然后又拿掉塔的话 ，Fighter 这边HQ 只要拖缓时间，拖缓这个塔掉的时间都是赚。哇，这边直接一个阿闪插眼，想要把D回踢，插眼踢，可是杰已经到位喽。我截在这边，可是被勾限制了一下输出的时间。这时候阿D哇拿到了首杀以后，但是小峰也传送进场，直接把阿D给收掉。后面是西门残血，哇！小爷爷这边再中到一个暗黑禁锢，也是送出了人头。西门打出了一个双杀，这一波 Fighter 再继续追，要撤退了。哇！这边 HQ 开战判断很好，应该是地图上面视野资讯有给到兰特的位置，再加上兰特刚刚好像是很
就是应该说他可能是 focus 在升到六等，你可以看他现在六等了，对，可能要看一下回放，在那个回放当中确定一下 Jungle 的战绩哦，因为他没有道理要离团队这么远，他可能需要去吸一下经验才会上到六等，所以他在那个点做一下离开团队的判断。你可以看到他在中路，对，直接波这边直接盾插眼闪踢，可惜没成功，可是有成功的留住阿迪的一个位置，然后让黑牛有做输出。那黑牛这边虽然收到一个人，但是在混战当中，小峰的进场是非常的关键哦。那刚刚西门的第一个时间点的进场位置其实也是相当好。那这时候兰特过来的时间就已经为时已晚，只能救出这个没有办法再战的以色拉。啊，这边也是Fighter 又是铁人心，我就是要拿这上塔。可是而且我六级了 ，HQ 这边优势有点大哦。徐若淘汰了西门耶稣这边，兰特在前方限制两个人，哇，后面是 Garnetable 直接灌死了小夜夜以后，但是这时候库库岛进场了，库库岛这次应该是会死掉的，在底下补攻，哇，这个应该是被毒药瓶直接收掉，最后是小峰拿到了这颗人头，库库岛要来撤退，卡萨丁要拯救 HQ 了，卡萨丁202，目前来说小峰这边刚刚是拖住了库库岛的追击哦，因为 Fighter 刚刚尝试就是。哇，这边这个大绝很接，这个肚皮没有顶到，隐形缓速缓到后面，似乎是没隐形了。对，这边应该是要往生了。哇，这个会战打完，怎么小汪还有大绝？对他刚刚进场的时间点是没有利用大绝，就是收掉了右侧的西门哦。跟 NA 力，那这边是两方互换过来来说，还是让 Fighter 拿到了这个上塔，人数上应该是一个持平哦。三换三来讲，你拿到上塔还是稍微赚了一点啊，因为你的会战是平的，然后 Fighter 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甜头。可是我们刚讲了，卡萨丁现在有点长大了，对，长大的卡萨丁搭配长大的杰，这个阿迪应该是小命不保。对，这一场反而是我觉得 Fighter 的库库岛会是这个中期来说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因为他的成长是没有受到压制。而且时光杖在这么早13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已经拿到了，所以这时候就来看一下两边上路的影响力了。这一场可能会是上路的一个游戏 ，Fighter 可能还是要紧抓着一个 B 塔的节奏，他们要再持续的把节奏带动，然后尽可能的发生他们想要的一些会战啊，或者是抢 buff 啊，类似这些东西。因为现在三外塔已经全是 Fighter 拿到了，那能够引发所谓的爆发会战的关键点，就是现在接下来30秒的小龙，对，就逼着 HQ 要来跟我打。对 ，Buff 跟这个小龙哦，是 Fighter 目前三外塔拔掉以后视野上面可以去抢夺的一个地图优势。那现在的视野来说，我这个蹲点在蹲在一个眼上，我这边哇，这边直接 Q 到了阿迪，阿迪这边跳了大绝，露露大绝有没有把存活拉了一下灯笼，还是在对方的队伍中间，哇，这边直接被收掉以后，库库岛的进场来看一下，这边小峰在前面先造成了大量的伤害，西门拉开以后再次进场，哇，这边应该是，哇，这边应该要先盯酒桶会比较好、啊。酒桶这边看起来最后一滴血，最后是小爷爷的大绝稍微延缓了一下小峰的追击，但这边还是让小峰拿到了一颗人头。可是这边兰特应该是会被西门收掉，来看一下兰特西门的血量，看视野，直接丢了一个影子。让小峰做探槽动作，小峰先选择收了下面的小夜夜。兰特这边还不跑吗？兰特他跑不掉，说实在，查奇哇尴尬。可是黑牛来了，黑牛巧巧的来了，他应该是隐形登场。对，到底是要把头送给黑牛，还是送给西门夜说？应该是西门拿了啊，今天是西门拿到了兰特的人头，而且他们也可以顺势拿掉这条龙啊，因为 Jungle 在这个时间点死掉，那你们少了一个 Smite 这边。Fighter 势必就是要拱手让这条小龙。哇 ，HQ 这边应该是 Fighter 的一个蹲点，也不能说失误，因为是李青差了一个眼睛看到四个人蹲在那边。那这个直接抓到 RD 应该是一个，我觉得 Q 到 RD 很关键。然后再加上，双方在那个瞬间的会战都是双方的 AD 就直接融化掉。刚刚黑牛好像也是直接被露露加酒桶跟嘉文直接秒杀的样子。但因为两边的这个角色的阵容来说 ，Fighter 绝对是更仰赖 AD 来自于 AD Carry 的输出。因为我这边 HQ 我两只刺客，所以黑牛被收掉的情况下，这个后期两方这个剩下的团员的对战上面，两个刺客的也是靠着这小峰跟西门的不停的拉打了。
然后把最后残血的人都给收掉了。这几波会战下来，你可以看到 HQ 的两只刺客已经成长到非常巨大了。对对，那他已经可以分开盯了。他们原本一开始是要两个人一起盯 RD， 现在不是了。现在刚刚那个会战，刚上一个会战，西门都决定直接大绝是给我记得没错的话是给小汪的样子。我来看一下这边 Fighter 刚刚在小龙这边是失利的一波团战哦，小龙也是被 HQ 给拿走。小叶位置，小叶的位置有点危险，但是后方并没有视野 ，HQ 没有深追。如果这时候有知道嘉文的位置，我觉得可以直接追过去。对，因为并线的问题来说，他们也没有这么急着说要打这个 Fight。对，因为打赢了也并没有这个塔可以去，因为兵线的带动还不够让他们继续反推哦。那现在嘉文的位置一直在给他们好，他好像抓准了西门会单抓 RD 的样子。对，可是我觉得杰有点难打，难抓啊，难就是你想要抓他有点难。这边 RD 也是很大胆，就直接一直换血哦，直接开了这个二杀火箭炮，再一个大绝扎进去，伤害哇，这个是小爷爷，哇，这个闪现没有过强，太可惜了。可是其实那个闪现过去，西门应该也是会脚闪现的。卡萨丁对，西门也会脚闪啊。这边西门回补过后，看看阿丁可不可以Fighter 这边可不可以掌握这个龙这个塔。哇，这边直接被勾到，勾到 NAD， 哇，好险还有闪现。兰特的 EQ 并没有命中，塔应该是可以守得住，只是看杰过来的时候 ，HQ 这边可不可以把握这个时间点开会战。对，刚刚两波都是绿茶漂亮的 Q， 这边 Q 技能出去没有命中。但是老鼠引擎上来了，要开战了吗？压力啊！小峰这个失误被勾掉，是 shutdown。阿迪拿到了这个 shutdown 以后，小爷爷还想要留人，可以打哦。Q 到我 Q 到了小爷爷这边，看一下兰特进场这边 EQ 并没有戳飞啊，这边阿迪的位置有点不好，看要不要盾眼。哇，这边我觉得可以尝试做一下追击啊。刚刚小峰上去做一个 poke 换血，同时缴出了闪现，然后直接闪到了小爷爷的钩子上面。哇，这个小爷爷的神钩也是，因为刚刚小峰绝对是想要留人，因为西门出来了，而且那时候黑牛也引擎过来准备要来开启他的火。这个上去的换血是 OK 的。这一个闪，他应该是要勾 Garnet Devil， 那没关系，就是这说明了一个队伍最老的核心，他就是要为队友着想。他用生命帮忙挡住了 Garnet Devil。没有啊，那就是 fail 啊。那就是 fail。好fail、啊，对，不好意思，那各位观众，我更正，我刚刚讲的就是 fail， 好不好？那是一个口误。那就是 fail。对，看起来就是个 fail。好，那这边小峰刚刚一个 fail， 所以让这边 HQ 没有火，就是抓到小爷爷，盾眼踢回来，小爷爷再见了。小爷爷、又要让头给小峰啊 ！NAD 战犯，对，战犯把头砸掉，一脚。带走了残血的小爷爷，这边又是一个单抓哦。小爷爷在建立视野的途中已经有，刚刚的危机是没有直接深抓。哇，这边直接砸了两只直眼，就是要拿这条线的经济。哇、哦啊，这边蓝特直接被蹲点蹲到，我这个 Q 没有命中，孤岛也是及时的跟上来。可是这边的换血会让 Fighter 这边手下路会有一点吃力哦，而且再加上中路是做杰跟吉恩克斯的单打。压力就在吉恩克斯这边，嘉文也是直接要往 RD 这边靠、哦、来看一下。可是西门这边直接选择 recall， HQ 不急哦。现在是对于他们的阵容来说，他们并不会急的在这个时间点要急的推进。应该说 HQ 可以把节奏稍微放慢一点点，因为前面都是 Fighter 在带节奏的关系，可能他们自己也有点点慌了。可是因为你一直策动很多人去带所谓的地图经济啊、塔的经济的关系，其实你可以看到 Fighter 这边的农兵以及装备发育来讲，他都会侧重在于一个人身上。哇，这边小叶，你可以看到 RD 会去守单线的关系 ，CS 已经成功拉开到190，现在就已经到190 CS 了，反而是兰特的经济稍微有点落后。但这一场就是 Fighter 就是完全是要让 RD 拿到这么多的发育，因为中路选择了一个功能性的，对，中路他已经放弃了自己的成长。你可以看到，在这个20分钟的时间点，小汪身上是只有一个张飞哦，那这个装备的落后其实是蛮明显的。这对中路来讲其实很伤啊，因为以露露这个角色来说，你要很大量的 AP 去支撑你只有一招伤害的关系，因为你在会战当中盾很大时间会给你的队友。这边是 Fighter 又是一波的集结，兵线上面 Fighter 有优势、哦。对 ，Fighter 下路是一波很大的兵线，上路是 HQ 的。
就看说这个下路兵线可不可以整理到哦，上路应该也是 fighter 的、哦，这边应该可以尝试做一下开战哦，要把握一下时间，视野来说抢一下紫眼的位置。小龙再过十秒钟就要重生了，来看一下小爷爷这边刚刚受到单抓的情况有没有办法这边建功，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危险，看要不要 check。哇，这边也是下了一只紫燕，位置有点被 cut 哦 ，fighter 这边要开战了，哇 ，Q 到蓝特，蓝特直接被 Q 到，血量被打掉一半以后 ，NAD 进场，蓝特直接重攻，哇，这个闪现 ，RD 的位置其实不大好啊，伊布岛这边一个炸把 AHQ 给炸散了，绿茶的大绝，哇，许多套在了伊布岛身上，在塔下打出了一个零换一换四，受到集火的西门士率先倒下 ，NAD 这边粘到了小夜夜，刚刚 NAD 冲进去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句。就是没有人要理他。刚刚虽然是被勾到，但是 Fighter 想要急着把后方做开战哦，他有点孤单、啊，没有人要理这个光头啊。但我觉得刚刚 Fighter 可以先集火掉 NAD 再选择。刚刚 Fighter 在选择上面来说，有让两个 Carry 直接往塔下走，所以在那个瞬间，你可以看到兰特在这边 CQ 的时候，可以看阿迪跟小王的位置，阿迪已经往左走了。小王也为了要救 RD 往左走了，对，但是杰这边是直接灌了一道伤害给 RD 哦，套了大绝以后还是被老鼠给收掉、哦，那反而是右边的 NAD 这边捡回了一条命以后，继续追击残血的小夜夜，所以勾不勾得到 NAD 那个点，其实对于 Fighter 来讲不重要，对他们重点就是我要回家，我们的 RD 要被打了，对，所以他们比较有点在那个时间点被卡台了。那绿茶在这边下的判断也很好，他是瞬间的交了一个闪现，把他的队友，就是把他的对手整个分割开来。他在中间开了大绝，对，他是被切割成二三的。那刚刚酒桶也是想要把这个战局给炸开哦，但我觉得这样的炸开的结果，反而是让后面的 RD 跟小汪要来直接面对对方的两只高。哇，这波比塔稍微有一点点危险哦，直接点掉半条血量 ，RD 继续点，直接 RD 有点赶啊。他一直敢这样子去做点塔的动作，这边是闪现还在，治愈还在，这一波塔下继续逼战。Fighter现在感觉完全不这个塔倒前 ，HQ 一定要开到。对，那 Fighter 这边绿茶有惊人了，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哦，点掉了。Fighter HQ 并没有顺利的开战，看一下 Fighter 下一波，这边要做一个转角的蹲点。中间下了一只紫眼哦，来做一个诱饵，来看一下拆紫眼的人是哇，小爷爷忍不住 ，Fighter 也是抓准了 HQ 选了两只刺客搭配老鼠的关系哦，所以他们不断的做集结逼塔，不要让你们有所谓的分推刺客单抓可能性。那所以他们在这边的节奏把握是非常的好的、哦，他们就咬着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要保护 RD， 让他的超强射程去点你们的塔。逼你们开战，这个经济的分配完全是一个，可以说 Fighter 就是一个 N 型社会了。对，这资本这有点扯。对，我没看到一个，应该不能说 N 型，应该是 V 型。没有，这个中路跟 AD 的差距也太大了，未免到 V 型一，刚刚是一万的差距跟六千的差距，这等于是看一万跟四千啊，他们中路三千，中路跟 AD 的差距差了三千，哇，这边反而是 HQ 要用巴龙做一个蹲点了。Q 到了酒桶哦，没 Q 到，没 Q 到。哇，这边阿抓库布岛直接用大绝炸开，但是我这个 Q 1有命中的 NAD 继续做追击，再一个回踢。Killing spree。哇 ，NAD 抓掉库布岛，而且小汪也同时被逼出了大绝哦。双方中路的大绝是互换。对，刚刚是杰利用，还有二十秒时间，这边是 HQ 的一个机会。Fighter 的位置有点不好。先收有没有收到陈血的？哦，这边是 NAD 绿茶撑得非常重了，但是老鼠在这边打出了一个三连杀哦，哇！这边虽然最肥的 RD 还活着，但是队友已经全死。而在这个 team fight 当中 ，RD 也交出了一个闪现哦，因为 Fighter 刚刚那边稍微有点被截断了后路哦，卡萨丁已经占了一个非常好的位置哦。我现在看这边，两个 HQ 现在的策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先看一下这个 replay， 是大绝互换，好啊，还加骗掉了虚弱，这就是结最 OP 的地方。然后你可以看到卡萨丁已经截断了他们的后路，这边算是有一点惊险，看起来这个刷到以后想要抓的卡萨丁一个虚空行走往后拉 ，NAD 进场这边再摸一个摸眼，绿茶也是吸了非常多的伤害啊、哦，他在最后一刻
用惊人去闪躲掉了大绝，只是这个大绝很不幸的砸中了后面的光头，后面的 AD 比较不幸啊。如果没有砸到，然后 RD 没有获得被动的话，感觉小峰可以继续追击，对，小峰可以继续追击。但是这个就是惊人，然后让这个火箭穿过了自己哦，没有帮忙挡到。可是刚刚是绿茶一个很好的一个操作跟判断啊，就是他坦了非常非常多的伤害。在最后，就是他在这个 teamfight 当中帮黑牛以及小峰争取到了很多时间，因为阿弟在那个时候一定要选择先把绿茶。哇，这个时间点开巴龙，这个时间点很有机会啊，就看 fighter 敢不敢直接 face check， 因为现在的视野来讲 ，fighter 需要一个一个慢慢的试探，可是以伤害来讲，我应该是吃掉了 HQ 速度是够的哦，这边直接拿掉，哇，吃掉了 ，fighter 在这个时候看到了。稍微回补整理兵线，下路的兵线被压了进来。西门在这一波过后，应该可以慢慢拉抬到16等。这样的话 ，RD 目前只有13，在会战当中要保住 RD 是 Fighter 目前的首要任务。对，但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说，即使保得住 RD， 可是前排其实也承受不了对方两次刺客的伤害。觉得Fighter 有点太侧重于个人的发育了，反而导致是小汪现在的经济落后太多太多，他现在就等于是一个 support， 讲实在话，对对。那在这边来说，三刺客要冲死一个没有位移的 AD， 我觉得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那枯骨岛这边的发育也是因为在会战中的人头数目，现在发育上面也是完全输给了小峰哦。他现在感觉要往死帽上面想办法，让自己的这个大绝的伤害，让阿迪有机会把残血量的人做一个收头秀。但是目前来说，整个节奏上面已经被 HQ 给拉走了。连西门补上的是黑切，而且小峰这边也是出了惊人。小峰虽然 CS 速不高，因为他有很大部分的时间是跟着团队在走，就是他想要做防御。他们自家的防御塔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会让西门去做分推，所以他在 CS 处的拉台上面来讲是明显落后对方的上路的。可是因为会战的关系让他滚到了很多优势，他现在目前战绩是一个610，所以他的经济大部分的来源都是在于会战。那 HQ 现在这个三个 carry 都很肥哦，其实即使你处理掉了两只刺客，后面还有一个 Garnet Devil， 应该也可以说是一个刺客，所以应该说也抓不到黑牛的位置。 对，那你抓不到黑牛位置的情况下，嘉文就不能够随便的交出 EQ， 他 EQ 要中卡萨丁要中劫其实都有点难度，然后再还要如果再来带一个黑牛来说，那真的是期待兰特有没有一个一贯三哦。那现在可能 Fighter 要反打绝对是要仰赖兰特的一个反手差距已经来到11个头、啊、这个人头数的差距啊，这边 Fighter 阿迪直接被墙上，他知道你没有闪硬过，哇，这个伤害一路套直接大出去带走了，哇！也说这一场，这边牙术这一场的西门虽然没有了血量，可是 HQ 还是可以尝试直接带服中路。对，因为、因为核心已经不见了。你现在这个43万，你有10000不见？不，你这43应该说43应该有10万不见，10万不见了吧？至少10万、11万左右。11K 这边直接11K， 对，11K 直接变成一个乌有，所以我现在是领先你20K。哇，这边绿茶终于醒了，不是他们下路终于醒了，战机看起来就像个正常人。因为你如果说用黑牛的战机跟 RD 来比，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公平的，就是因为 Fighter 现在把所有经济都砸在 RD 身上，大部分的兵线整理以及他们在做 B 塔动作的时候的清兵动作都是 RD 在做。对，而且 RD 应该说，连进来的兵线的这些大量的小兵都没有让小汪或者是兰特去补的业绩，小汪也吃不到啊，他的伤害就只有一招，阿弟一个炮就直接收光了。对，可以。但阿弟这边的装备绝对是可以来造成一个收头，但是前方的 fighter 的这个前排要有办法做出空间哦。但现在刺客两只刺客伤害已经太大了，来说 fighter 这一场可能真的要来看有没有在塔下的一个失误来做反打了。好，这边因为逼掉中二塔的关系，一样让杰在下路分推。阿弟的闪现现在好了 ，Fighter 可以稍微利用一下这个关键点，因为你们要保的人现在有一个闪现。刚刚就是因为 HQ 抓准了你没有闪现，所以直接硬上。对，
西门直接脚闪硬追哦，然后在塔下这个分推，如果你是派小汪来守，西门看到绝对是直接灌死你。好，那他很善良，因为他没有确定大家的位置，有没有人对。你如果派小汪来守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危险啊。对，而且他其实也在等上下煞中的兵线，对，他在等位置。对，现在上中兵线队友都就定位的时候，我再来强杀你的露露。对，现在露露只有两件装，真的是撑不大住。对，就算套了大绝都会死。这个视野 ，HQ 不断的在找机会，兵线压力不断整理，让西门做空间。如果小汪下一个漏头再这个勾，哇，是没有勾到，但这个如果有勾到的话，感觉上有啊没有交掉的情况下要击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而且小峰的闪现也还在哦，这边可能要派酒桶守节会比较好说，至少可以炸开。对，好的，这边是中路的兵线已经是 AHQ 要往高地迈进了，下路的节也就位置，哇，这边是勾到了，勾到哇，这边直接勾了过去。是有看到上路的兵线是带动了小峰后退哦，那中路这边已经成功的进逼以后，哎，看一下下路这边，西门叶说应该要继续往前压制，现在三线的压制 ，Fighter 在等一个机会，但是前方还有绿茶的 Q 哦，如果现在再中到一个 Q， 绝对就是掉一路的军营了。哈隆时间已经被拖掉了，可是对于 HQ 来说，他们现在就是要压着这个点哦，因为现在应该是要直接逼掉下路。没办法做防守，对，应该是以色拉拉的灯笼。西门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关系，成功的把等级拉抬到17等。小王现在等级是15，就是一个三级大绝打二级大绝的差距。对，小王可能才刚15而已。对，没错，他才刚15等而已。对，你们等级会是一个会战。很容易判断一个会战打不打得赢的一个关键，只要双方没有犯太大的失误，在角色上面的数值上面来讲就会有差距。争取的这段时间也让小峰有顺利的浓了一段时间上路兵线，把魔串杖补了出来。阿迪现在如果补陨落的话，会发生一个问题是卡扎丁的伤害就可以直接把他打残。哇，他果然是补了陨落。陨落身上自己还是完全没有魔防的状况下，接了一套卡萨丁的伤害，很有可能就要退场哦。那现在 HQ 的巴龙是十秒巴龙是被拖过了，那现在进行了一波 recall 的回，这个眼睛没有扫到，看到了小峰的位置，也看到了绿茶走过来，意图是很明显的，但是 Fighter 现在知道，即使知道 AHQ 要来吃条巴龙，可能在这10000块的经济差距上面也是很难做防守、哦。Fighter 因为有下路兵线的关系，就是他是优势的，所以他们可以尝试来打这个 team fight。可是这个 team fight 会，就应该说胜算不大，真的是胜算不大。这边直接交出了大绝做 check， 哇，你们少了一个大绝，少了一个很重要阿迪可以收掉残血的人，然后来触发自己被动的一个。大绝哦，小爷爷位置有点危险。现在把视野给清空。中路兵线只有单纯一波而已，看这边 HQ 要把握一下时间跟机会哦。如果时间再被拖长的话，其实对自己是不大好的。兵线上面是一个劣势，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利用图奇或者是小峰的留人性质直接开启一波团战。Fighter 这边也争取到小叶叶回补的一个时间哦，可以看到小叶叶已经顺利把眼石补充完了，在做插野动作了。反而是 HQ 这边不敢直接开龙，开趴龙，好，直接开了，开了，时间差有没有办法做到掩护？前面是绿茶在外面，速度来讲一定是肯定是够快的，因为大绝炸进来，哇，大绝 CT 都好了。但是 HQ 直接所有人闪过，那这个火箭没有造成任何的伤害，闪现直接留人，惊人开起来，小峰这边也开启了惊人，哇，黑牛直接缴了闪现过来，但是被套了虚弱，前方阿迪直接收掉了卡萨丁以后，兰特这波的反开，哇，感觉 Fighter 这波是有一点急了，前面兰特再一个 EQ 是被 NA 利用闪现躲过，拉了灯笼的阿迪这边要继续做追击，但是自己的加速已经结束了。这个算是蛮关键的一个点哦，因为小峰的伤害是完全就是零，他刚在那个 team fight 当中是零伤害。如果绿茶争取的这个时间没有办法让
carry 做输出的话，你可以看到小峰是被直接灌了两炮就逼出了惊人哦，交出了闪现大绝 RD 之后，西门也是直接被变性物哦，对，然后被秒杀。那小峰这边踩上去也没有成功的击杀掉 RD 哦，这边顺利的保住 RD 就造成了这波的反打哦，那是拿到了双杀，然后老鼠黑牛是被兰特给击杀。那这边是即使拿到了巴龙，但 HU 这边开着太极的情况下，在团战上面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中路的露露还是功能性质还是很棒。那个 W 技能对于刺客的压制是很重要的，还是真的稍微太极了一些哦。包括你们没有足够视野，以及队友的位置稍微差了些。对。你看到黑牛也是直接要缴了闪现，他那个闪现判断的用意主要还是在于想要很快的把阿迪收掉，那只是他在闪过去的同时被套了虚弱，套了虚弱，那看看三个刺客，因为前面的队友开得太早，所以后面甚至有些队友是缴闪现要来做追击，对，包括李信都没有办法及时的到位，因为绿茶在那边直接先被射了一些勾到，然后搭配阿迪的伤害打出了一个压力在。那这边 Fighter 还是没有放弃这场比赛，刚刚顺利的一波反打也是延缓了 HQ 的进攻时间，这波 HQ 尝试做一个蹲点，但 Fighter 集结完全没有想要出门的意思。 Fighter 现在一定肯定就是拉着时间差、哦、他们就是不能被单抓到，如果他们有任何一个人被单抓到的话，其实对接下来的团战都是很伤的，特别是现在经济差距是9000块钱哦，在37分钟来讲9000块还是一个小差距在啊，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个装备的劣势，或者是两个装备的劣势。但我再拖一个，我这边死亡火箭飞过去，确认一下的时间，对方的位置，只看到西门跟 NKD 在吃小龙。那这边 Fighter 当然是想要把节奏带到50分钟以后的比赛，对，没错，他们可能需要拖到露露有帽子，对，至少要有帽子。现在露露还是只是单纯一个保的。保的一个位置哦，刚刚可以看到小王的判断很好，包括养了就是变形的西门，以及盾给 RD 吃掉了很大量的伤害。这边帽子已经补出来了，在会战当中 ，HQ 这边渐渐的开始有点难打了。对，那这边库库岛如果待会把坦，就是这边巫妖出来以后，是不是也可以来？如果不灌伤害，大家可以去补一个金人，让他们有机会来做一个开战。库库岛这边可能还是。以主冲伤害为主会比较好，因为绝对不会有人开他。对，HQ 这边的箭头很简单，就是我一定要把阿迪抓死。对，那要把阿迪抓死的前提之下，就是你要撑过露露的大局啊，盾的吸收量以及变形的控场时间等瑟雷西的缓墙的缓速，以及加文 EQ 的反开，全部都是要让阿迪有机会把冲过到他脸上的人全部射死。那加文在这个点会发挥的很好，就是因为当所有人都冲。RD 的时候，他很容易可以 EQ 控制挑飞所谓的刺客，然后限制他们拖延住时间，那就变成黑牛的伤害就是更重要了。如果黑牛今天没有输出到 RD 的话，我不觉得以现在的装备来说，HQ 可以成功的击杀 RD。以杰加卡萨迪现在的装备搭配露露及金克斯，露露的保人能力，露露也成功拉抬到17等哦。这边 Fighter 是直接一个集结，也把 HQ 的上路塔也给拔掉了。前两边的塔数715是一个，两边都是拿到了很多塔的经济。那刚刚是杰在下路做分推，这时候已经 recall 回家。哇，这边夹击是有机会的哦。看一下小峰这边有没有办法留住。小峰这边位置直接上去，应该要直接套金人了。TP 的位置有点差，舞蹈传送进来，西门的位置有点远。哇，西门这边的位置直接交了大绝给露露，这次是要来击杀以瑟拉，但是掏了哇，这个西门的伤害，哇，西门的这个伤害在后方还直接灌死，而且黑牛的输出位置也完全没有人可以影响他，这边打出了一个 ace， 哇，这边不要管兵线了，直接弹塔点塔了。哦哦，小峰还是稍微整理一下兵线会比较好，因为他可能怕这个兵量会直接把军营点掉，对，这样肯定是亏的。哇，你可以看到西门这边伤害很关键哦。这边这个惊人的判断稍微晚了一点，他吃的伤害可以再少一点点哦。西门是用影子 W 进来以后往前跑，你可以看到这边直接下了大绝给以瑟拉，因为他找不到 R， 他距离 RD 太远了，变形，然后直接 R 回去了以后，可以看到这个分身再刷了一次一，直接把以瑟拉解决掉，然后再变形再 W 回来贴着
贴身上阿迪，这个是非常漂亮的操作，这个操作有点厉害。对，刚刚我觉得以色拉应该也没有想到这一波会被灌的是他，他想说我在等西门去找我的阿迪，我已经把盾都已经放好在阿迪身上，但没想到他看到自己死亡一击挂在自己头上。他说：“说好的打阿迪呢？”其实刚刚小汪有撑住，可是他在撑住的过程当中，西门往后拉的时候，再做了第二次的技能，对，就直接把小汪卷死了。就是后面那个留下来的影子，在团战当中常常就是说对方完全没有办法去留意自己的走位哦。而且刚刚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一技能应该不止带走小王，他应该连还带走了一个残血的白头，好像是兰特的样子。那这一波 Fighter 虽然拿到了上路的 AHQ 二塔，但也是被打了一波 Ace， 下路的塔跟军营直接被摧毁。这波巴龙Fighter HQ 有优势，是因为他们拿掉的是下路兵营。对，刚刚也是特地为了这个理由而选择拿到下路的、這個。那 Fighter 在刚刚的会战当中已经把 TP 交掉了，所以就变成是，其实 HQ 现在可以选择策略是让小峰往下，然后去单打酒桶，去单打这个兵线才对。那这边四个人只要把视野清好以后可以直接开巴龙，可是你现在视野没清好有点危险啊。哦，他抓准了对方人不在，刚刚下路三个人露头了，而且看到兰特现在上面整理兵线过来的时间应该已经来不及了。刚刚会直接开是因为下路三个人露头了，他们选择就是判断就是你们支援不到。 Fighter 感觉也是没有想要来防守的巴龙的意思，就像讲的刚刚讲的下路兵营掉的关系，其实你又没有 TP，你很难去做一个四打五的抗衡哦。对，而且我这时候出去跟你打一个巴龙战，打输了这场比赛应该就直接结束了。对对。那现在是让西门带上，然后四个人集结推中。这边上路的二塔可能也不太好防守了 ，Fighter 应该要来退回高地来看一下有没有抓到一个对方转线的过程，抓到一个落单的人可以开战。西门是要确定一下大家的位置才会赶上来退兵哦。这边小爷爷想要蹲进去草丛。现在阿迪闪现是好的哦，这波还是 HQ， 我觉得 HQ 在抓阿迪上面来讲还是稍微有点害怕，感觉刚刚抓小汪的判断会是好一点的选择。对，小汪这边还没有惊人哦，所以受到了一波节的伤害，很有可能就是直接被带走。如果黑牛也有救输出位置的话，刚那个 team fight 其实黑牛输出空间很好，然后争取到的他做出的伤害也很大。包括对前排对酒桶，酒桶现在也是没有物防装的情况下，其实他也承受不住老鼠的一番猛射。那现在杰来到下路做分推，杰再稍微拖一下时间，巨月就要转好了。而且他巨月转好的时候，巴龙 buff 应该还会再有一点点的时间，那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塔后的强杀。下路这边哦，上路的外塔要放弃，二塔是会弃守。这边如果稍微靠前，会一直被勾到。也不敢做开战的动作。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高地外面的塔都给摧毁了 ，AHQ 继续前压，巴龙 buff 还有在。那中路的兵线是稍微没有整理好，如果这波直接进到高地的话，可以直接转中。我觉得如果这边老鼠有 GA 的关系，其实可以稍微尝试做一下大胆一点的单抓动作，可能他直接可以开启大绝，把该打的目标打残，包括露露。我觉得可以把露露打残，这是最好的情况，因为阿迪旁边就不会有人，他很有可能直接就把露露射出有大绝，就是把大绝逼掉之类的。那你接下来的会战当中，其实要针对阿迪就很容易。那阿迪这边已经接近了满装的状态哦，那边连这个水都已经升级了这个水星弯刀。他可能接下来要把攻速节弄掉之类的，可是对方其实也没有太大量的 CC 哦，所以这西风匕首可能也不是那么好的考虑。下路兵营可能是一个破口，应该说是一个机会，因为对 HQ 来讲，现在他们迫切需要的是会战。哇，这个米斯拉的伤害在有死帽以后有稍微成长哦，帮忙挡住啊，下路也是成功打，下路打了起来。哇，这边是直接抓掉了小夜夜。而且这边两个刺客都已经到位，又抓掉了苦苦岛。哇，在这个下路军营发生了小峰这边惊人，陷阱关到阿迪拿到了人头，被套了虚弱。绿塔想要留人，绿塔的惊人也成功了。哇，这边一个闪避，想要前面进
去踢人，但是被阿迪的闪现给拉到一个比较深的位置。哇，这边阿迪还有顺利满状态的反打，这个有没有办法点死？点死就有加速，哇，继续前追，再一个缓速，绿茶这边应该也要死的，打出一个双杀，可是死前有 Q 留住了阿迪。哇，这边有点太我觉得看起来像是没有沟通好的问题比较大，包括西门刚刚看起来那个动作是不想打的，因为他把大绝在刚刚他下路是一打二，他把大绝交给了这边直接杀掉了。哇，连黑牛都被抓死，这时候西门直接大绝转好了，这个伤害哇，直接用水银解掉了印记以后，没有他，因为他倒在地上了，所以大绝没中。大绝并举业被打掉的西门叶说，但是黑牛这边还在继续做追击。这个 team fight 看起来就很像哦，这边已经成功一打二了。那可以看到这边闪现虚弱，这个判断是 OK 的，这边精准也是 OK 的。只是在于，我觉得这边黑牛的判断没有这么的好，他不断的输出兰特，其实他可以稍微做前压给阿迪一下压力，但这边也坦成功，也坦了两下塔，然后让自己的血量稍微见底了一点。这边黑牛算是蛮大的一个失误，包括他有 GA， 其实都不应该这么的害怕，把伤害打在前排上面，他应该要直接，哪怕是开启治愈。加速自己去追阿迪都是比较好的一个判断、啊、对，那波把阿迪抓掉很有可能就是直接 GG、嗯、对，而且再加上你是有 GA 的，其实不需要这么的害怕，但反而是把后面的这个血量浪费在没有办法输出的状况下，他把了大概三到四个普攻全都打在嘉文身上，而且他是开启大绝的状态，其实有点可惜哦。开启大绝的老鼠其实射程是非常长的，可以对阿迪做限制，对阿迪肯定不想吃到你的普攻伤害，他一定会往后拉，往后拉的情况下他就不可能做收头。那这边也算是两方各有来往哦。那西门叶说现在的 GA 是被打掉了，那装备已经有很多队员已经接近满装了，可以看到老鼠这边也是 AD Carry 也是满装备的状态。两方已经鏖战到了47分钟，目前来说还是这个经济差距掌握了优势，这个经济差距已经没什么关系了。对。你看到，就连刚刚我们一直在讲小王的发育不好不好不好，他现在都快满装了。而且刚刚是Fighter 的两位队员小夜夜跟酷酷岛直接被抓掉的情况下，在二塔前的一个三打五还是顺利的反打。对啊，现在其实变数比较多，因为包括 GA 现在只有老鼠有的，我觉得这边黑牛可能要尝试再做一些比较大胆的 play 哦。现在 RD 是没有闪现的。他可以开启大绝，直接逼掉阿迪的位置，算会是对他们团队比较好的一个帮助。这边巴龙48秒，应该没意外的话也是 HQ 顺利拿到，因为 Fighter 现在完全不需要出来跟你防守这个巴龙。我现在就是在塔下跟你开哦，就是對没有，就算军营下路的军营就算再掉，我也不是那么的在意。只要能够守住中上的兵营塔，其实对 Fighter 来讲都可以有再继续拖的时间哦。因为他现在只要去做防守的动作，第一个是他有可能被单抓，第二个是西门有可能争取到很多去 BD 的时间。你看到西门就现在就是完全不跟团队，这是一个比较对的判断啊，因为跟团队来讲会有成，就是会有一个五打五 fail 的一个风险在，特别是他们刚刚已经 fail 了这么多次，真的是 fail 了蛮多次的。好，那这边巴龙也是直接就可以拿掉了，要做直接蹲点，阿龙 Fighter 也完全没有要防守，现在感觉是要来抓已经 GA， 在 CD 时间的西门叶说，西门现在位置反而一点点危险，躲在西门草丛里面，西门叶说有没有办法？哇，而且人家就知道你躲在这，哇、哦，这个 Q 技能没有 Q 中，他直接要硬上了，这个硬上判断是对的，要硬带走，但是这边有四个人夹击，哇，硬击爆出来的伤害很大，但是救急电话套在自己身上的露露还是保住了自己的性命。那这边就是西门拿自己的生命换到了这一条的巴龙，这样的话时间是稍微又被 Fighter 拖了一点点，可是 Fighter 应该抓着这个机会去推中路兵营，55秒的时间，这个兵营应该是守不住，包括 RD 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直接对兵营塔做输出，所以应该会是一个中路兵营塔直接拿到的动作，然后 Fighter 就直接撤退了。主要也是因为现在改动过的这个卡萨丁，其实像以前的这个努克爆发的伤害量是减少很多。嗯，要不然现在即使结
被杀掉的情况下，其实阿迪还是要，如果是一个同样装备以前版本的卡萨丁，还是很有可能直接带走阿迪。主要的点还是在于露露这个位置，就是露露作为一个中路，然后撑高 AP 的情况下来讲，其实他做的保牌效果非常好。这边直接铁了心一横要做200万的头发吗？这个我觉得有点拼啊，14秒时间，只要 HQ 稍微撑一下，这个 EQ， 哇，这个炸开，黑牛也是直接逼出了大绝，啊，兰特直接要死去。哇，这个反而是 HQ 的一个反打机会啊！小峰也是，哇，这个闪现你是要一定要留人了，对，就不断留人是对的。这边直接上去卖都没关系，你有 GA， 这边他有 GA 没差的，惊人。好，再上去做一个留人动作，先来看 NA lead 的了。哇，这个 R 太多次没有魔力了，哇，这个闪现 Q 没有中。撤退啊，快走啊，不断的留人，库库岛这边再拉个灯笼，拉个灯笼速是稍微缓到了绿茶，应该是直接逼下弱兵营的。我这边要直接压中路高一吗？不可能，转下，对，转下35秒时间，应该也是直接单纯拿掉一个兵营塔，对，但两边就是互换掉了兵营哦。理想情况就是打一个会战然后打得赢，可是我觉得 HQ 不敢打，现在肯定是不敢打的。这边库库岛的大绝也要转好了，有要再反过来流渡对方吗？但人数上是一个劣势。哇，这边又是互换了拼赢，节奏再被往后拖。啊，51分钟，现在已经没有所谓落后的人了。对，现在大家都是对，小爷爷比较大富翁，牺牲奉献，把所有的经济都拿去买资源，那个视野资源了。你可以看到他只有2件装哦，因为其实 HQ 也不大会抓他。虽然刚刚在下路被杰抓掉，他可能也想着我应该不会被抓吧。这边这个蹲点有机会哦 ，NAD 直接踢到 Q1 Q2 位置其实是好的，但是隔墙的绿茶的 Q 技能没有命中，蹲点差一点点就可以在野区外抓掉 Fighter 的人员。小峰这个 recall 会不会被闹？应该是不会，位置不够，距离太远。那这上路的兵，上中路两边要重新整理兵线哦，哇，现在。所有的选手应该都已经紧张到就是没有办法去思考现在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两边就是5个人集结在一起靠本能反应来打一个团战。现在 HQ 并不会，就是他们有一个100%赢的可能啊，因为露露装备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刚刚可以抓着露露发育很差的点去咬，可是 Fighter 现在是所有人都发育是完全的，那所有人发育去完全的情况下，吉英克斯这个伤害其实是搭配露露，他是不大可能被抓死的，然后他伤害也很高。刺客的问题就是在于说，他爆发虽然是高的，可是你没有办法把你要抓的目标抓死的话，你会给人家有空间反打。对，哎，吉英克斯这只角色是只要一反打成功，他的跑速开始增加，你会增加你的再继续抓他的一个难度在。所以 GA 这个选择是对的，因为死掉再复活的人，他并不会判定是增加跑速。一定要打出击杀哦！那现在 HQ 已经有3位队员有了 GA， 那这边李信当然是全肉装的这个出装哦。那绿茶这边是有一个惊人，惊人其实是一个可以争取到时间的装备，可是Fighter 的位置不大可能让你的大绝唱完，所有人都会加速位移。两边，除非就是兵线这个，对啊 ，Fighter 这边。阿迪再犯傻，直接被 Q 到 HQ 才可能有一个很明显的直接墙上的一个机会在啊。但是阿迪这边最后也把鞋子给卖掉了，换成西风匕首，目前是一个满装。哇，这边直接勾到了西门，身上是有天使甲。哇，这个露露的伤害已经成长出来了，西门选择要来带走小爷爷吗？这边哦，传送过来是卡萨丁，小爷爷这边弹不出伤害了，惊人是以色拉，阿迪这边双方的 TP。这个 GA 应该可以争取到时间哦，可以，哇，这边这个惊人开启大绝，孤岛这边有点危险，反手丢哇，绿茶这个位置很好，看一下绿茶这边大绝有留住兰特，兰特要死了，这边也被 Q 中，哇，这边 Q 完，好不敢上，不要踢进去，感觉这个李星酱油味很重啊。虽然你位置很远，可是也太酱油了点。下路的一座珠宝外塔是珠宝双塔是被超级小兵给灌爆了。刚刚这个拼搏，只有牺牲掉了小峰的金，这个叫 GA， 我已经分不大，对 GA， 只有牺牲掉小峰的 GA 的 CD 哦。
而且他们现在是四 GA 嘛？哎、欸，不对，西门把 GA 换掉，把 GA 卖掉，对，所以他刚刚的 GA 也 pop 出来了。对，刚刚是两个 GA 哦，可是顺利的拿到人头。感觉他换那个头巾会好一点，我觉得，因为他刚刚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因为被露露控制住，对，变成小动物，对吧、啊？他如果可以用头巾的话，我觉得会好很多。哇，这边直接抓着兰特重生的时间，两个兵应该是可以成功拿到。哇哇，这边直接被抢开，哇，终于踢到了，阿弟给踢进来了。刚刚说谁说我酱油味很重，阿弟直接被秒掉了，身上是没有 GA。哇，这一波看到 Fighter 的队员脸上也是摸了摸头。哇，李欣的角色是这样啊？对，谁就是刚刚摸摸头的意味就是谁说 NAD 不会踢的？其实 NAD 在前，我印象中他在这一场当中有尝试做了三个，大概有三个。对，上路一个踢在墙上。对，就。其实也是因为阿迪反应很好，对。可是刚刚那个明显就是时间拉长了，阿迪就累了。其实选手在于专注这个游戏时间太长的情况下，这个专注力会下降也是肯定的。对。可是也不能说他都没有踢成功，就是如果回去看 replay 的话，他不断的有尝试，可是阿迪就是不断的用闪现去骗掉。对。然后刚刚在下路这个主堡双塔，绝对是又是贝特的一次 NAD 进来，然后把人头给送出去。刚上路这个二打二刺客的判断其实很好，就包括小峰的判断，然后加上 HQ 整个队员的支援，其实都是很优秀的，就包括他 GA 起来。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就是在于很多真的是我们从这边看起来会赢的东西，结果他们打输了。对，包括拿完巴龙直接追那一波，包括下路西门一打二，五打三还可以输，我也是不知道讲什么啦，一个闷啊，对，我不知道讲，对，然后再加上这个时间开始慢慢被拉长以后，双刺客的优势会低很多，因为露露长大了，露露变大人，你可以看到后期的那个伤害，其实，在。刚刚是最后一波，是只靠着他跟小夜夜射雷系的配合，想要抓西门、喔、但我觉得是误算了那个 TP 跟自己队友支援的速度。对，所以应该说小夜夜刚刚那个判断其实也不能说是不好，只是在于收西门的时间稍微偏长了一点点。因为露露这个角色还是回归到我们应该讲的两招，对，就是这两招伤害，那你不会有一个100到0的爆发的可能。对，如果他是一个安妮，可能瞬间就是把 GA 打出来，那他可以选择拉掉。对，那个整个情况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这一场比赛就是一个长期的鏖战哦，那绝对也是刚刚提到在这个BO3 第三盘已经打到这么久的时间，可以看到全岛到后期的这个专注能力绝对是会有一些、啊。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小峰的闪现过墙，我就，这不是我认识的小峰。对，就是这个闪现过墙判断其实是看起来就是专注度不够的。对，但我们这边短暂的休息过后，要来进行第四场比赛，目前是 AHQ 的赛末点，精彩比赛马上回来。